我就给你加速。你这个里面一百米有没有？一百米。啊，一百米。一百米，我浪费了一点，剩小一点，这个95米。加速嘞！二百斤的话是，我就估了一些，稍微的。可以，可以吧？95米，有一点点。它这个会提前减速，啊，自动减，自动减的，设置好，我可以让它，比如说后面的减速时间长一点、短一点，随便的。后面好像没有了。不够了，95米都不够了。刚好，刚好切一下，给你来一刀是吧？充气、放气都是自动的，不用人工去充的。充气也是自动的。自动的。我们那个机器还要用，我们就拿个枪，就在那里搞。这个就很方便的，你只管套进去贴起来，只要踩一下就开始工作了。等它就是 这不是按键的吗？还要踩？那你要控制它不？你要让它自己要贴好，控制它转啊。你只要给它一个命令，剩下来都是它做了，不用你了。怎么充气、转、匀速带了、自动切断、是吧？放气都是一个程序的吧。这里有一个多重啊？哪个？你这个月你过来。这个？嗯。这个你听过吧？